他房间也没有很乱啊，说实话，觉得还行啊。电话卡不能加值啊。哎，狗哎，有狗在房间啊，哎，狗在房间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哦，对啊。所以你刚刚这样走过来就过一天喽。告白哦，时空隧道哦。阿苏西，大丈夫かな？没事吧？阿苏西到底怎么翻比较好啊？阿苏西呀，啊，为什么都没跟他说什么呢？我想也没有，换衣服吧。哦，终于要换衣服了，玩了这么久，就在等这个。不知道黑屏的，妈的，换好了。嗯，现在睡还有点早，怎么办呢？妹妹又来了，烦死了。哦，好大！我是说那个后面的盆栽。内内，今天学校那件事情啊，那个学校那件事，电视上有学校的新闻。难道是 Tetsuya 的事情？啊，你知道名字？哎，你什么是 Masa？你认识的人吗？呀，是阿苏西的朋友啊，是同一个足球部非常好的朋友 Tetsuya。阿兹西，好像能翻很多诶、欸，有笃多是不志、是都市？敦思、后哦，志、后笃置史，都市，后思、敦嗣，反正一大各种都堆。行。OK，哎，妈吉，哇，结果是当事人呐、为什么你妈吉还？诶、欸，妈啊！吉，哎 妈吉比较猛啊。诶 欸，妈对啊，吉。喂，你呀、啊，别把别人的不幸当做有趣好吗？这样很糟哎、黑白郎君是吧？欸。靠 背，把人的西北就是把外西快班牙了球外快咯。啊！现在再想想，那个人呐、啊，会不会送给喜欢的人电话卡的靠要你就想着这种事情哦，干这妹妹真的无药可救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对不对啊？很棒吧？啊，这样就可以知道传闻到底是真是假了。闭嘴啦！你快闭上一点嘴，真是的。哎、欸，人家说，哎、欸，不对，刚才他讲的没看清楚，出去吧，出去吧。那、啊，真是的，硬价硬价，不错啊。一改了，好了好了，快出去快出去，好死了，你更不知道我的心情。嗨嗨，瓦咖喱玛西打哟，打扰了。也真的蛮大的，我是说他的房间。哎，不想再想了，睡觉吧。刚不是想说不睡吗？哎，完了，如果他是喜欢的他。还有13分钟，还有十二分，哎，太快了吧！长是途电我，话扣很快哦，也有道理，还真长哎，干也太快了吧，这是扣秒数的吧？Masa 是谁？是我，Oledayo，是我。哎，你只会说 Oledayo，你会啥？干还在浪费我的时间呢、啊。大口斗阿鲁好像在哪听过，快点快点，不切断的话，变零的话就，是我，铁翠呀，真的是铁野，你去吧，原来是小美啊，雨跟小美打来找你了，可以不要小美吗？小 雨跟是我是小美啊。啊，诶，尤里，早上了，起来了，难的什么嘛？哎呀，梦啊！哎，不会吧，不会贴出呀？喜欢的就是 Masa 吧？我靠，虽小，什么嘛？睡过头了，迟到，迟到了！我嘞，我嘞，诈骗！对啊，这不就是以前的诈骗电话吗？我嘞，打有啊，是我啊，是我啊，老爸是我啊，别断呐、啊，老爸是我、啊。9点啊，已经第一堂课了呢。龙 C 啊，你完全醒不来嘛？为什么？哎呀，总知道了啊，别在意小事了啦啊。他说，那一起去学校吧。啊，阿玛尼瓦伊嘎，好吧，偶尔一起去也不错，也不错。你等我哦，有该快点吧。那么这裙子真的好短哦，对啊，膝上30公分呢。真的是赞。
真的好大、啊！我说那个垃圾桶啊，尤里从早上开就这么有精神，我也是早上很有精神。我是说我真的早上迟到的时候起来很有精神。你看什么啦？你早上没有精神吗？我想到那个乙电铜剂还是什么的。什么东西？倚天屠龙记哦，你说那个张三丰是不是？每天还住晴天的，一住晴天，住晴天，啊，掐，已经没人在了呢。这是当然的啦，已经都开始上课了呢。但是，嗯啊，好像不太想去呢。啊，优等生的 Masa 也会这么说，真稀奇啊 ，Bune 啊 ，Bune 什么意思 ？Bune 啊 ，Bune 啊，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呢？啊，心情的问题啦。嗯，是吗？哎、欸，还要自己走、哦？我靠！对啊，这样来看，姐姐的裙子就很正常。哦，对啊，尤里就尤里、哦、对尤里就比较短，尤里腿也比较粗啊。那你都是打喏？怎么了？还好啊，就一个是倒三角，一个是正三角。哦，也是。公园去吗？咦呢，好，走吧走吧，去休息偷懒一下。不是的，啊，只是有点不太想去学校而已。嗯，那样就是偷懒啦。怎么办？好吧，让你们大家选一下吧。一去 A 去公园，二去学校，看你要去哪个？还没想去哪个？公园还是去学校？可是怎么从侧面看，姐姐跟妹妹好像差不多。穿上衣服显瘦，没有，还是姐姐比较大。大是啦，但感觉没有，啊、也没有啦。本来那种制服穿了就显瘦吧，毛衣紧啊。啊，干嘛呢？呀，不然你脱掉就知道了。而且你，可是你这样侧面看，你不觉得妹妹就比较瘦？没有，哦、我不是说上班时候都下，对啊，大腿就比较瘦。真的也真的也，角度问题。怪哉。好吧，去公园吧。你们大家都要这么作作死。作死。呀，巴里公园 go 嘛，不要去学校了。啊、哦，我知道公园有很多流浪汉，然后接下来就会跟他们一起吃东西啊，去买点点心给他们吃。好，去公园吧，我也去。打妹不行啊，就不能啊、哦，他说不让他去。Catchy 小气鬼 ，Don't catchy 啊，小气鬼啊，我要跟那个校医讲，护士讲啊，这样妹妹就不去了。跟校医讲是有屁用哦！啊，伊米奈没意义啊，真是啊，怎么办呢？要去公园哦。可是去公园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吧？哎、欸，这不是阿茨西吗？阿茨西，阿萨，为什么你在这？那没人就不想去学校？难道阿茨西你也是吗？啊，那算是吧。妈、啊、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脑中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想不了。啊，豆嘎，但是不去学校的话，你自己还不是没去？哎，发呆也不能解决问题啊。总之还是去吧。那就一起去吧。啊，我也去学校吧。我知道了，所以还是去了嘛。Masa， 等等哦，嗯、怎么了？的 PS 的旧游戏啊，那个 Hanaseo 马夫泰的 Tamarima 等一等，说两个人就像沉默的讲，不是那种不想沉默讲话，他说说点话吧，然、哦、后我们这样两个人都很沉默，哦、好像不好，不太好，是不是？嗯，就不喜不想要这样，哦、不想要沉默讲话，气氛太沉闷的。哦嘎，了解。你虽然这么说啊，那要说什么？第一个。啊，讨论电话卡的传闻。第二个，讨论阿茨奇的事情。第三个，讨论尤里的事。就我根本不用问嘛，对不对？这答案已经答案很明显了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对啊。来了，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。我也知道你们会选哪个，好不好？话说回来啊，昨天艾丽卡说了那件事情。她说，如果有一个人对着别人有强烈的思念，留下思念而死之后呢？阿德，等等。啊，你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？啊，你可不可以想想别的人的心情啊？看我被骂了，靠背啊，不会读空气，别人被骂了。阿慈禧，你怎么说？啊，啊，被骂了，干你老师！我想，我只是看气氛太紧张，想缓和一下气氛。啊，怎么不太想上课呢？
好，怎么办？一去屋顶，二去教室，三去上课。这我不知道选啥，看你们吧。哎，第一个去屋顶，第二个是去那个社团社办，第三个去上课。咱们决定一下吧，要去哪一个？他有社团吗？Manager，他们之前不就在 Manager 办公室听那个录音带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对啊。啊，看你们屋顶，然后社办，然后上课。喂。没有，好吧，都要去屋顶，不喜欢去屋顶。哎，等一下，屋顶会跳楼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好刚像刚不在太想。妙哎，去屋顶吧，也许心情会好点。哎呀，上不去了，不哈常住利了。路金斯。啊，这是当然的啦。但是，啊，第一个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去屋顶。第二个，你都要去社上。办吧。第三个，去上课吧。第一个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去屋顶。我就问，你不何用必问你们等这些呢？混蛋，你何必等呢？何必等呢？对啊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走吧。啊，等看看应该没问题吧。总之去屋顶吧。啊，キチャタ来了呢，鐵矢亚桑，啊，铁子也就是从这里跳下去的。噔噔，等 等，我也来试一下吧。哦，有戏剧动画，有好戏剧糟动啊！画哦，赞哦。あそこに哲也さんが。在那边，铁也他。なんであんな为こ什と么？に。为什么要那样？为什么要做那种事？誰あれ？那是ミ谁呀、啊？密友？何言ってんの？在说什么呢？你呀、啊？我裙子，shit，你有怎么回事？诶，居然没死！尼玛，好意外啊！难道说昨天的啊，有对喜欢的人留下残，就是那个事情，然后就留下电话卡。哇，嘎咪蛋像个笨蛋一样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？那、啊、我被尤里影响了吧？啊！走的尤里比起这个 Mio 呢啊，第二个是去社办，第三个去上课。不行，我坚持一定要搞定这件事情啊！比起这个 Mio，到底怎么了呢？确实去了足球场吧，去看看吧。Mio，往哪去了？那、啊、今天的 Mio 怪怪的呢，嗯，好奇怪。哎呦，Mio，别妨碍我！Mio 已经变僵尸了。不要妨碍我！杀了你！刚刚那是。果然是 Tetsuya 的声音，原来 Tetsuya 就想要附身到女生身上，下流的混蛋，即使这样牺牲一条命也在所不惜。回事，那个人死了之后，他的那个女生从朋友那边拿到了一张电话卡。啊，莫一亚，不要再想这些事情了，果然还是去上课吧。但是 Mio 该怎么办呢？总之先去教室吧。现在不知道密友到底，不知道大家到底喜欢什么。然后放学了，然后又是晚上。哎 ，Master，啊，哎，又是你那个录音机还不赶快拿回家，你还放这儿？啊，监督啊，啊，是不是说今天也不用社团活动啊，教练？啊，也不用就是那个社办活动了啊，昨天发生那种事情，哎。他说做还是不做？做嘛得，不然要入口。
应该是还是有，他是说还是有社团，还是有的，对啊。他说都发生了这种事情，学校还社团活动，对啊，对。那你Masa 你不这么想吗？喂，好冷淡。So you work at Nike 的？不是啦，那个，那你想说什么嘛？Mio 他早上看起来怪怪的呢。Mio 不就是他吗？对啊，他说你就 Mio 啊。你早上看起来怪怪的，那你还敢来跟他在一起？那女 Masa 真的不怕死、欸。早上，你 Masa 你不是早上更没来吗？所以我更没有见到 Masa 你啊。但是我，你是不是睡昏头了？已经晚上了，好了，醒醒醒醒！真是天然也要有一个限度嘛，这样子这个笨蛋呢、啊？靠，你敢骂我，嫌我笨蛋？那、啊、等等等等，那、啊、我才没有天然的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算了，那我要回家了啊。Mio 你呢？啊，抱歉抱歉啊，我还有点事情要做，你先走吧。有该，那明天见。看起来根本是个恶意啊，白痴的家伙，被瞧不起来怎么办？回去猫他两棍哦。哎，阿祖喜还在等我吗？阿祖喜回来赏他的痛快，把我当笨蛋。Mio 你好快哦，结束了，要回去了吗？抱歉抱歉，那、想起有事，先回去了，拜拜。急什么？赶快回家洗澡，赶快确认一下，昨天没有好好看一下，都难得附了身了，赶快回去洗个澡怎么行呢？可是这样好奇怪哦 ，Tetsuya 喜欢到底是谁呀、啊？啊、如果附身密友的话，应该喜欢的不是密友才对啊。难道他喜欢的真的是阿楚喜，然后附身到密友要跟阿楚喜来一发吗？不会吧？我不知道，这边我也忘了。对啊，那这样子问题是阿楚喜到底喜欢谁？对啊，果然阿楚喜不在，不会又生气了吧？还在生气？然后谁叫你早上讲话那么智障 ？KY 的不行。对啊 ，KY 到不行，这是 Cookie 有没奈 ？Cookie 有没奈？我是要去哪兒？我已经回家好了。欸，有事件。我偷看呢、欸，阿雷、阿苏西多、密友。哎呀，你看啊，阿苏西跟密友啊。欸，我为什么要躲起来呢？名古，哎、欸、不，岛古，怎么了？啊，一吉尼嗨伊达克多，虽然早了一天啊，虽然早了点。我想把这个交啊，这比早一天也好啊！我想把这个交给你。哦不，真的吗？他真的把电话卡给他？真的是基友哎！难道有口雷？这什么？这是我的对啊，阿志喜桑啊，阿志喜，你明天生日对吧？哦，虽然早了一天。我天哪、啊，看你心情那么不好啊，就是啊低落。来，希望你打起精神哦！啊，这是合宿时候拍的照片哦，靠北，原来是照片 哦，照片。老师，哎，我期待了一下啊。Tetsuya san, anna kodo ni nanja dakedo。Tetsuya虽然发现了发生这种事情，但是啊，他一定会希望身为最好朋友的阿楚西你不要忘记他的存在。Ore ga Tetsuya no kodo wa wasure nen da， 我不会忘记 Tetsuya 的。但是，虽然发生那种事，但是谢谢你。阿祖喜有精神就好啦，那就啊，别在意了，没事的。你们看起来就没很不好，还坐下来。啊，亚贝，糟了糟了，忘记了社办上锁。这样，那岛谷真的谢啦。阿祖喜上。阿祖喜。啊 ，Luke 忘れてるしても啊，哎 ，Luke 是谁啊？
六苦，六苦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六苦。好，那艾丽卡说的是真的吗？但是阿苏西尼台风卡多，我怎么觉得很奇怪？去找找他吧。哦，背包哎，哦，里面有什么呢？喂，你不可以偷看你男朋友的背包好吗？哎，哎呦，哎呦，你在做什么啊？哎呀，被发现了啊！好感度又要下降了，翻男朋友包包被俩包了，好感度要早上已经够降，现在又要再降了。阿志喜，喂，你再怎么样也不可以这样随便翻人家东西吧？大哭，让人家心情在做什么啊？大家 can 哪有开什么玩笑？哦，六苦是他出雅的信，有可能。哦，他根本就设局吧？我觉得我被坑了耶！他去锁个门要那么快啊？铁柱雅なんだろう？铁柱雅，铁野，这是电话卡哎、欸！刚才是电话卡、喔。你为什么要跳下去呢？为什么不跟我谈谈呢？啊？なんだよ。为什么？俺らの関係って、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只有这样吗？到底、啊、分かってるって。知道的。だから言ってんだろ。所以我不是说了吗？俺は、我、いつでもお前と一緒だよ。想跟你在一起。这真的没有问题吗？他们真的不是基佬吗？啊，去了。会吧。妈呀！从那天以后就再也没有看到阿兹喜了。果然，我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呢？在那件发生事情之后啊，我也从密友那边收到了电话卡。现在我也要用来用用看这张电话卡，希望能够听到阿兹喜的声音。那个密友根本是电话卡派送员。对啊，密友根本是电话卡发送员，专门送电话卡的。对啊，哪里？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呢？对啊，我觉得啊，应该从一开始公园那边 KY 应该就错了吧？我觉得，是吗？应该从这边开始吧。看一下，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？没差。哦，虽然有差，公园那边除了讲电话卡之外，另外两个他的心情都会变好。哦，就是不要让铁子牙不开心。对，不要让铁子牙，不要让阿次喜不开心啊。啊，对了，阿次喜。哇，这张对啊，意外的长。他是说 Mio 的 Ependo 发生的场合是接到那个 对，然后下面那个是如果没有发生的场合。哦，所以我们刚刚是因为没找，我们刚刚是时间过了。哦，对了，这里啦，我们时间过了，我们刚刚没有找啦。对，哦，所以基本上只要找了就没事了。好，我们没有找。嗯，这里吧。这群真的是轮流消失的。对啊，这样真的有点长，因为他对话主要是不能 skip 啦。对啊，所以、欸、还是说，其实如果我是那个挂掉重玩就可以 skip 也不行。我不确定，但我记得是不行。然后我总觉得明明是恐怖游戏，我就玩起来蛮欢乐的。差不多啦，因为我记得就是前面比较恐怖。我应该就把这张玩完就差不多了，之后再看啦，还有什么机会？之后再看啦，对啊。为什么他刚脸稍微变形了一下？3D 模组别在意。哎呀，因为早期游戏系统都没设计那么好，就不会像现在要那么多分支让你直接选。
对，其实后半段我印象中也比较闷，就是都在讲事情。哦，就在讲故事，就比较没有这种。对，恐怖的点也不是没有，但就是就还好，就比较点像在那种都市传说的解谜之类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查看它这个游戏本身就是以都市传说在，因为这些都是都市传说啊。对啊，嗯，都是都市传说为发展，日本人真的很喜欢都市传说。来找包包吧。就他们。肿胀，哎、欸、呦，哦有了，嗯，啊嘞。哦，对啦，所以我刚刚不是说照片，它就是有照片的电话卡才对，所以我们刚刚是看成照片，但是我没有，可能我没有注意到，对，是把他们照片在一起的电话卡放上去的。果然有电话卡，为什么这次你找那么久，他就还没回来？为什么阿苏西啊？那个不能把阿苏西给他？我拿走，果然还是不要拿走，拿走吧，把拿走吧。啊，哦哦，利库是背包哦。啊？为什么是背包？ Oh. 我不知道、啊。哦，原来是背包的意思哦。啊，我拿走吧。啊。好了，没被发现吧？假的。嗯，你干什么 ，Masa？ 你做什么？不要作死啊！卡懂，用用看吧，用用看这张卡片吧。哎、欸，人家是要跟阿苏西讲话，你打过去他很不爽了。这就五十秒而已，五十秒啊，怎么打呢？どこかにかかって，到哪了呢？该怎么做呢？啊，说话吧。啊，喂喂喂，是谁？有人吗？啊，到底哪呢？他在喘气，看看状况。哎，时间不会减少。那、欸、回话了。说点什么呢？猫西猫西喂，是谁？果然错觉吗？是谁？又来了。哎、欸，我要这样子耗到零秒吗？这样也太累了。我很想作死哎、欸，可是这好像有点久哎、欸，蛮久的感觉。想不到给五十分钟能讲这么久。聊一下。我稍微看了一下，在这边用到零秒的话，会有 bad end two。可是这个只有很作死的人才会这么做吧？正常人不可能吧？